我都已忘记，但我现在还记得，在一个晚上，我的室友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。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个清唱团，与众不同最时尚音乐肯定榜，整个学校找遍所有的楼都没有。他说将来会找到的。时间会给我答案。当我正要走时，我看见一个宣传板，那就是我要的清唱团。我的清唱团，时尚时尚最时尚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情不自禁歌唱歌唱，在这美丽的四月里歌唱。阳光下，我听到自己的歌声，有时很高，有时很低。等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歌声，有了清唱团，跑调都不怕。一句两句，一句两句，一句一句，太动听，似天使的声音，似天使的声音。代课呀，我们 Spring Show 什么时候啊？4月26号晚上7点钟 ，Do you know 155 April 26, 7 p.m. Do you know 155 I wanna see each one of you there. 不见得有了新唱团，跑调都不怕。没事啊，再来一次。现在有没有人就是想报名演女一？是干嘛的？那你倒蛮生好。